也确定无一敢来川渝，来了可就得吃山椒爆煮趴羊肉，辣的飞起烧牛杂，香的冒泡炖肘花，一人三米小龙虾，九勺红油拌冒菜，主打一个下饭快，品味成都脆烤鸭，炫根海带炖蹄花，这些吃完刚开胃，火锅辣度得加倍。涮汁鸡、涮点蛙、涮串鱿鱼七七八，火锅大排带脆骨，干碟拌上嫩腰花，肘皮盖满蛋炒饭，还要加点小肉串，原汤抄手多放醋，再来盆麻辣烫补充维生素，碳水就吃回锅肉面，关杂小面，臊子使劲加里面，麻辣烫里的方便面，三斤鳝丝拌二两面，再来碗手打香辣肥肠粉，铁条泡椒三鲜粉，加个猪蹄一起啃，现包马鞭小抄手，乐山纸皮肉烧麦，这顿早餐你爱不爱？豆干得吃肥肥的，鸡腿要吃皮子脆脆的，羊肉得吃整头的，等你回家是要减肥的，嘿嘿嘿。